那就请上梦辰的灵魂美食，肯定是多辣肉，它又不喜欢吃什么高级料理。湖南辣椒，湖南小辣椒炒肉。来，二一，哇，鸭，鸭鸭鸭鸭鸭鸭鸭。为什么要挑选这道菜呢？也是因为有家的味道，有妈妈的味道，在外面工作嘛，很少回家，然后回家之后妈妈都会给我做这道啤酒鸭，所以我很想念妈妈的味道。哎，这才是时间哈。哎呦，怎么？没有，从来没有听说过鸭。这道菜一定要做出妈妈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，妈妈做这个鸭，它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材料。 这个提示非常重要，你们现在赶紧把脑袋转起来啊！到底做什么料理能够找到这种家的味道？你帮帮我，快点帮帮我！ 手艺职业，我帮不了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，我掉了，帮他一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其他东西我会帮你。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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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去好了，你把盘子先放下吧，那我这样，自己想办法啊，我们不能帮你忙。哎呀，哎，好太沉了。 拿这么多干嘛呀，子墨？我先过来一点，背着。我做鸭的故事，我在湖南做过4年的主持人，然后但是呢，我又在广东做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，所以我希望把湘菜和粤菜结合一下。我这个叫梦辰的美梦成真，梦辰的美梦成真。对，好，听不出来是什么菜。好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个，子墨，你做什么呀？做一个鸭肝，香煎鸭肝。 香煎鸭肝，香煎鸭肝，你爱吃鸭肝？香煎鸭肝，你爱吃鸭肝？不太吃鸭肝，不太吃鸭肝，不太吃了，没关系。最后一个，不爱吃内脏。我觉得啊，留个悬念吧。你现在把子枫打击的太狠了。我呢，作为一个混血儿，有两面，你呢也有两面，女神和女神经。 OK， 我要的就是给你两种feel，鸭腿鸭胸各来一个，西餐中炒的方式，配着很多的辣椒，让你吃出家乡的那种。说的很炫。大华呢？啊，因为我不认识他妈妈，然后他说他想吃，是有妈妈的那个味道。嗯，所以我要做一个我从小我妈妈有做给我的一个真的一个菜，哦，对，也是妈妈的味道，是我妈妈的味道，不是你妈妈的味道，是我妈妈的味道。好，那也不错。 3、2、3，开始！去洗手去了。对，他们越来越讲究了啊。你在弄什么呀，大黄？水煮圆白菜。 好像一句话都没说，一直在非常认真的。这个风格是这样。我真是做鸭肝啊！我没吃过鸭肝哎，我只吃过鹅肝。你不吃那个鸭肝是因为它的味道吗？对，我不吃鸭肝是因为我觉得鸭肝味道很重。我把味道去掉，我把味道去掉，好不好？真的？为了你可以的。 但鸭肝它是一整块一整块的，它里面还是会有那种腥味儿、膻味儿。孟辰，辣椒啊！哇，我就是爱吃口味菜，口味菜。给你一个比较难的活儿啊！好，把这个全给我倒进去。全部。 哎，这个配料赢了，是我爱的。嗯哦，看看看，里面什么都有，有姜，有蒜，然后还有那个桂皮、辣椒。有了你的帮助，这绝对更好。就是突然感觉四个男生为我做饭好感动，是不是你有感动的感觉？就因为没有人为我做过饭。真的吗？
厨房里面做饭男生其实是挺招人喜欢的。对，如果男生又会做饭，又有别的，又有别的八块腹肌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孟晨，看。可是要八块腹肌的同时做饭哦。我下个星期可以再给你看吧。正在收看优酷出品的朋友们，听好了啊！今天我压自己，我要赢。我觉得今天麦克我很看好的，那锅油那个调料确实看着还不错，哎，香料味。对，感觉是那么回事儿。哇，这个酱，你看这个酱，哎呦，这个酱，为了你做的酱，真的甜的吗？啊，辣的甜的。你是一个是吗？哦，你是一个是吗？等等等等啊，那你闭眼。我闭眼。对。好。因为我害羞。好吃吧？嗯，开心死了！你看，觉得套路成功了。孟晨，哦，好甜呢！你会后悔的。你看我们子枫，子枫还是很淡定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忘了这个，怎么忘了这个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这个不用弄，我重做啊。忘了这个。哇，子枫一直很认真在做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本来要做的菜没什么关系的，他做另外一个。完美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Harry 的刀工，他拍什么？来，我还有一个特权啊。Mike 的最后的特权，好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在我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了。良品铺子特权，良品铺子车特权。良品铺子特权就是这样的啊，使用这个特权的那个熟男呢，可以悠闲的吃着良品铺子的产品冬枣，其他三位呢就被冰冻，无法移动。哇，这个脆冬枣特别好吃。什么牌子的脆冬枣最好吃啊？良品铺子啊。好吃极了，这其实对，跟我平时吃的那个枣不一样。哇，而且里面还有糖分，特别甜。哎，可以给我一个吗？
特权结束，特权结束。OK， 开锅，抓紧了，各位还有五分钟啊！开始大家都在嘻嘻哈哈，各种打闹什么的。现在最后五分钟的时间，哇，非常认真的。哇哇哇！哇，哇大华好认真哦，好有魅力哦，做饭的样子。再就做颠锅啊，变起来。再加了辣椒，香吗？可是有点辣。可是他说他就喜欢辣，他喜欢重口味，重口味。各位，三分钟啊！我怕来不及啊。鸭肝很容易吃，是吧？你的肝儿里边要熟啊！快点啊，大家收尾工作了。烤熟了的鸭腿。好，现在都大家忙着摆盘。第一个。啊，它真的是有点像在。它用那个葱在上面打了一个结，感觉像一份礼物一样。